强国客最爱非洲买象牙，导游感恩有 A 货。去年有成40,000人去肯亚玩，他们失礼人就惯的啦，但原来还吓亲埋啲野生动物。近嚟狮子牙好受强国游客欢迎，个个嚟到都争住买。导游阿布话：好彩有呢啲用牛骨做嘅 A 货，先至唔使杀生咋。之后带佢哋去睇动物，就哔哩吧啦系咁嘈，仲攞嘢嚟掟河马，连狮子都唔放过，仲离谱到要落车同狮子近距离接触。去到部落都会出事，强迫马赛人影相。入到酒店就随地吐痰，唔俾 tips 就走咗去。导游话强国嘅游客系好有钱，但系质素就唔高，建议佢哋嚟之前最好了解清楚当地嘅法律，同埋观赏野生动物嘅基本常识啦。